不少人喜欢的，在现在呢，天气越来越热，到海边消消暑。在台东山原湾，这周末的东浪嘉年华不仅有 SUP， 还有沙滩排球竞赛，也邀请到歌手维利安、佳佳等重量级卡司来表演。活动首日超过15000人涌入。鸣笛声一响，选手手拿划桨奔向大海，展开 SUP 竞速赛。海边的另一头还有热血的沙滩排球赛，聚集了24支队伍相互较劲。东浪嘉年华18号开始，一连2天在台东山原湾登场，以海陆双赛事揭开序幕。现场亲子沙雕体验，还有恐龙造型大型风筝在天空翱翔，吸引不少家长趁着好天气带孩子来亲近海洋。今年风筝展演是以侏罗纪为主题，所以各位可以在海面上看到许多侏罗纪恐龙大型的风筝展演。活动的重头戏还包含连续2晚的沙滩音乐会，邀请到9N88、怕胖团、维里安等人气歌手和乐团轮番上阵，超强卡司让活动第一天就涌入破万人。今年的东浪嘉年华沙滩音乐会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仅昨天晚上就涌入了将近15000人到场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还邀请了艺人佳佳、黄明志、八大雄等人一起来表演。东浪嘉年华活动一波接一波，从早玩到晚，就算阳光再炙热，也挡不住游客的热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